到十到三十一站。啊，请强制注意来听。罗家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我用南语和日本语来读。有一个富人穿紫色甲幼体布的衫衣裳，搭伫车马沿路，佮有一个乞丐名叶撒罗，献身圣像，人系伊，系伊伫富人的大门口，爱将富人做卡索加老人来。到下来吃伊生疼的味，送工人死，予天神赋予到阿伯的汉的心情，富人也死，煞白了，伫阴间痛苦中间，也目远看见阿伯的汉，佫叶失落伫伊的心情，就叫讲，我做阿伯的汉啊，可怜我，找叶失落用枕头花滚水来淹我的钱。因我伫遮火焰中真凄惨，但是阿伯勒罕讲，囝，着得到你伫生前享受你的福气，也煞落受着艰苦，但你伫遮得到安慰，你也受凄惨。毋然安尼，伫地甲伫管甲顶的中间有大深渊隔地，地甲要对遮过去恁遐袂袂。对遐要过来我遮也袂袂，伊就讲，既然安尼，就做你找叶撒罗去阮爸的厝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予伊对因做工程，免得因入到即个痛苦的所在。阿伯就安讲，因有摩西甲遐的神子通听因，因讲，我做阿伯就安啦，袂啦。老人对死人中去找因，因就袂反对。阿伯拉罕甲伊讲，因若毋听摩西甲神的，主人对死人中搁话，因也毋受苦恨。这是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进入圣经来去来读，咱做来读一个来。你送我来。Thank you.